Всем привет. Меня зовут Михаил Котов. 大家好，我叫米莎。 我是录音室的熟识人。 我们的录音室在圣彼得堡。 今年我们为有趣的项目制造了许多高质量的声音。今天我想向您介绍我们的团队一部分，也介绍我们的工作。 我叫谢尔盖，我是录音室的音频总监。在今年中，我们为 AAA 项目创造了10万多种声音，我负责监控项目的音质、培训员工，我也录制拟音。这是现场录制的音效，这就是我们创建自己的声音库的方式。 我们有的麦克风能够记录高达100千赫兹，为我们提供几乎无限的声音设计可能性。 例如，我们可以将文字的这声变成暴龙的排箫。感谢合作伙伴长期以来的信任。大家好，我叫白嘴鸭，我是资深的设计师。我的工作与声音合成核心的独特音色的创造密切相关。 我还帮助团队沉浸在一个新项目中，协调声音设计师的工作。我们的录音室很成功，所以有很多项目。 每天我们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早上我接受新项目，下午制作氛围音乐，晚上我为界面制作声音。我花很多时间在模块化合成器上。我们使用世界很有名的合成器。 我用合成器来创造用电脑很难创造的声音，你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在我们的音乐室，我不断建立能力。 学习新事物并与同事交流经验。你好，我叫凯佳，我为电脑游戏制造声音。我创造偶然的而有魔力的声音，大部分为有魔力的声音制造声音。我喜欢这种风格适用的动漫和项目。 我们制作的声音是多层次的精细做工，注重细节。对我来说，创造声音就像画一幅画，这些都是项目的画龙点睛。 我叫罗马，我为电子游戏制作声音。我好久制作声音，但是只在这儿，我了解制作声音是我的天赋。这项工作很动态的，也很轻巧。
我的专业是鲜艳的、动感的、好玩的游戏。其中熟悉的游戏。最近我为 AAA 项目制作声音。刚开始我做声音的快速是一天一个声音，感觉很难。后来我做一天10-15个声音，现在我会做一天30-40多声音。我叫安东，我最近成为了团队的一员，我非常高兴。原来我是一个音乐家，我来到音乐室时人人多，工作很忙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学习，我马上就开始工作。同事都帮忙我理解他们工作的过程。我喜欢声音设计，因为可以把声音拆开，并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组装。какими приемами они руководствуются, что-то перенять, что-то модифицировать под себя и ну,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лучи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е, то, чего раньше не было.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работает с... 我们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声音界面 Universal Audio。我们在同一的 Cubase 软件环境中工作， Cubase 让我们在项目之间快速切换。声音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知道如何制作高质量的声音。感谢收看，再见。大家新年快乐！